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八場賽事今日嘅氣慾所在，國際一級賽2400米，支打杯準備，隨時起步。集齊曬啦！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。咁啊，前面快少少嘅馬都係嗰只噶啦，馬克羅斯擺咗喺前面走先啦。咁啊，再見到中間位置咧，咁啊有呢只龍鼓飛揚啦、勇戰神驅啦，外邊時時精彩。咁啊，慢慢亦都遊咗上去第二位嘅。第五位嘅馬埋邊係勇猛神驅啦，第六位黃衫黃帽咧就時時有餘啦。後邊兩匹馬分別係象王啦，縮咗喺個尾字嘅位置，暫時墊後係包裝永王嚟㗎。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高東尼一對嘅馬擺咗喺前面走啊，馬克羅斯係佔先半個身位嘅，時時精彩第二位，龍鼓飛揚咧就第三，第四係勇戰神驅啊，埋邊仲係勇猛神驅第五位咧，第六位嘅馬咧就係嗰只時時有餘啊，後邊兩匹馬都冇變過噶啦，張王響尾耳嘅，縮咗喺包尾嘅馬咧就係嗰只包裝永王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600米段處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啊，大家都位置確立咗噶啦，擺咗喺前面走咧就係嗰只馬克羅斯啦，時時精彩就一路跟住佢嘅，再見到第三。位嘅马龙姑飞扬第四位勇战神驱啊，后边嘅马咁啊嗰四只啦，勇猛神驱时时有余，尾二位置包装永王上咗少少啊，张王就俾佢过咗，暂时殿后嘅。好啦，去到对面直路中段过1200米嘅段处啊，前面都仲系马克罗斯带噶，时时精彩咧就紧扣疆城咧就跟住个第二位嘅，龙姑飞扬就第三啦，第四咧仲系勇战神驱啦，后边嗰四只勇猛神驱入边出边时时有余，后边两只就张王同埋咧包尾嗰只。係包裝永王啊，暫時啊，好啦，轉呢個香港太后園灣啦，咁啊前面都仲係馬克羅斯咧，就佔先少少，時時精彩第二位，位置變動上面冇喐過，龍鼓飛揚第三，勇戰神驅第四，後邊有勇猛神驅，時時有餘將王啊，內欄包尾暫時都仲係嗰只包裝永王嚟噶，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馬克羅斯少少俾下佢佔先啲嘅，時時精彩第二位，外邊咧仲有勇戰神驅發難啊，入邊灰馬就龍鼓飛揚。出边爆咧，仲有只时时有余啊！再后边噶嘛，勇猛神驱大外档将王啊！最后200零米，埋边时时精彩，中间勇战神驱，出边时时有余上跟嚟，三只马拍住嚟兜，中间勇战神驱一对时时内外啊！咁啊，埋边系时时精彩，出边系时时有余，最后100米，勇战神驱依然系占先，时时有余第二位，时时精彩第三位，遮打杯嘅得主，勇战神驱第二名噶嘛，外边系时时有余啊，第三名。是時時精彩，第四名是勇猛神驅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勇戰神驅咁啊，一隻對時時力佢來犯噶，咁啊見到呢只勇戰神驅都受到好大嘅挑戰啊！時時有餘，追足一條直路都追唔到啊！時時精彩用咗一段咧，翻到嚟唔多啊！勇猛神驅嘅第四咧都俾人掟甩咗嘅。恭喜曬勇戰神驅啊！見到頭先莫雷拉都恭喜田泰安啊！但係田泰安贏喎，莫雷拉上次騎嘅喎，跑第二咪時時有餘啦，時精彩第三、第四就勇猛神驅喎。不過時時有餘咧，好似末段嘅時候都有啲閃喎，見莫雷拉要收正嗰啲啊。田泰安咁啊，今日咧都起馬啦喎。